午餐烤了一个鸡腿儿，韭菜炒豆芽。晚餐我吃三只大虾。挑战纯饮食七天瘦五斤，不怕胡吃海喝，长体重也不要害怕，只要是你别接着胡吃就行了。我从今天开始减肥了啊。这次出门我长了12斤，今天早上我的体重净量是102斤，原来都是净量，一会儿穿衣服看多少，人家老先生长多少几乎就没长。明天我开始带着他也减肥了啊，今天先让他把家里的好吃的再打扫打扫。来拿秤去看看是多少，103.4，这个衣服是1斤4两。增肥也是有平台期的，我昨天可没少吃啊，晚上还吃的面条。我昨天是102.5斤，今天还掉了半斤，102斤了，掉半斤。早餐打卡，吃早餐。早餐防弹咖啡，一个鸡蛋，一个夹心蛋。大餐过后，如果你不喜欢喝防弹咖啡，你可以喝牛奶加咖啡也是可以的，只不过是防弹咖啡更饱腹感更强，防馋防饿而已。他家的防弹咖啡确实是好喝。中午烤了一个手枪腿，韭菜炒豆芽，主食呢是燕麦麸皮粥，20克的燕麦麸皮，25克吧，开水冲泡。今天中午吃手枪鸡腿，空气炸锅烤，韭菜和豆芽是150克，锅里喷油，闪下就可以了。少一放一点虾皮，炒香，放入豆芽，放点花椒面，蚝油少许，油不够水来凑。放入韭菜，放点生新鲜的调味料，不用放盐了。烤好了，好吃的鸡皮给老公，来快赏给你，来最好吃的拿盘子来，减肥可以吃大鸡腿，多幸福啊！太香了，这么吃还掉秤，谁不爱减餐呢？你今天中午也挺好的，那个大鸡腿、那鸡皮全给你了，你明天就开始跟我减肥了，高不高兴？高兴。有人给你做饭高不高兴？高兴。今天中午也挺好，大鸡皮都给你了、嗯、给我掰块煎饼，太多了，给我，这是我姑娘买的，卷子好吃，这样那就要算了，你给我留点，别都给吃了。啥呀？煎饼呗。芒果好吃吗？好吃，甜的。晚餐吃银耳，放两个枸杞，开水焖一下。啥意思？这里晚餐我吃三只大虾，这虾有点大，要不应该吃4只，椒麻凉拌汁，倒点蘸大虾吃。